各位老铁，我是红尘红哥，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这司机都不戴口罩怎么行？这个脑袋有点像那个河南人。他都不戴口罩，说明这个疫情不严重。人换护照，换了五本护照，换好了。四川的疫情时间没什么人，平时呢人山人海。哇，这个口罩拿到了，好暖心呢。中国老头，这是一个老外。这个自由旅馆，现在看到老外比较稀少了。远东饭店改名字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原来的房屋楼，老外也比较少了。那一个在装修的屋，这里呢，就是我和阿林见面的地方。那里有个装修的主楼，就是我和阿林初次见面吃饭的地方，是那个蛋炒饭的。各位老铁，我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你要是觉得好，就请为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吧，谢谢！祝大家新年快乐、健康！